好想睇话剧，好想睇跳舞，好想听音乐，好想同 artist 倾偈，好想好好玩，好想唔扮嘢，好想生活啲啊！喂，问过我同观众想唔想噶？想唔想啊？好想。想唔想艺术下？我以前是把舞蹈几乎是看成我生命的全部，我几乎是没有生活的，几乎是舞蹈，完了吃饭睡觉舞蹈。但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就是说你会发现，其实舞蹈是你生命和生活当中一个组成部分，所以说你就会把这个东西看得不会很重，但是也不会刻意的去排斥它。咁我其实生活同埋创作系即系一齐。Spend some time, go for once again. And this is your assistant. 咁而电影系我做紧嘅一个创作媒体啦，唔系自己拍摄就都会教啲 workshop， 咁系都系同电影有关。蒙罗丽莎用佢最有名兼攞命嘅神秘微笑望住你。达文西果然系达文西，佢将 Lisa 姐嘅眼角同嘴角画到若隐若现，冇明确嘅轮廓线，阴影暗暗地，令到 Lisa 姐双眼同埋个嘴唇好似披咗层面纱咁样，睇起上嚟好暧昧。我个样好暧昧，艺术咧有时要暧昧啲先至会有趣啲，你话系咪？喺地铁内占领陌生人嘅领土，请勿靠近车门。下一站太子，乘荃湾线往荃湾门口嘅站。喺金钟月台跑赢所有人。